小孩腹股沟斜散的手术方法的话，就是把鞘状突做一个高位结扎。这种结扎呢，传统的方法呢，就是腹壁呢下腹部开个小口子，找到那个未闭的鞘状突，然后把它一结扎就行了。现在呢，一般来说就是最近十几年吧，差不多20年，就基本上就倾向于用腹腔镜来完成这个手术。腹腔镜完成的话，不光是外观的那个切口要更隐藏一些，主要是它能看到对侧的有潜在的没有闭掉的鞘状突，有时候可以同时扎住。然后这个手术，这个看的呢，就是视野比较清晰，看的呢，就是损伤的可能性要比那个。